为什么抓老鼠却不吃？狗为什么抓老鼠却不吃？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这句古人讲的话其实是没有错的，因为它确实不吃它。你发现狗抓了之后，它很少是用来果腹的。但狗狗为什么要抓老鼠呢？无聊嘛。狗狗是一个精力非常旺盛的品种吧，它们的寿命相对较低，它们新陈代谢相对较快速，那么也造成了它们整个一个平常的所处的状态都是非常亢奋的状态。但现在的家庭生活很无聊的，都没有什么事做，那看家护院嘛，也只是趴在院子里面无所事事，所以当出现这么样一个小玩物的时候，它往往都不会去放过它。所以狗拿耗子单纯就是凭了兴趣，很少会拿它果腹。小贴士：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这句古人讲的话其实是没有错的，因为狗确实不吃老鼠，狗狗抓老鼠就是无聊，毕竟它是精力非常旺盛的品种，寿命比较低，新陈代谢快，就会造成它们整个的状态都非常亢奋，无聊没事做的时候，当出现一个小玩物，自然就不会放过。